给我准备100万现金，不要问我是谁，也不能报警，否则就等着收尸吧。天边，你疯了吧？你怎么知道我是谁啊？打的是张烨的电话，他电话上有来电显示。张烨，对不住了，我本来就是想劫个财，但是我现在暴露身份了，我必须杀你灭口。你要捅，你往这儿捅啊！你别往肚子上捅，你往肚子上捅两下，死不了也挺难受的。来，捅！真的，我没病。哎，吃药了啊，小伙子，最近睡得还好吗？行。你知道你是在哪吗？医院。那你知道你为什么在医院？我有病，总爱胡思乱想，得治。不错。不但没有控制住，而且还严重了，还出现了幻觉，还有严重的暴力倾向，必须隔离。